上一道辙。游客从祖国的八方纷纷来到我们的武汉，来到湖北，就是表明他们对武汉充满信心。我感觉武汉是活过来了，特别好。因为确实今年经过了疫情这一系列的事情，就觉得祖国真的就是我们伟大的背后有力的一个支撑吧。